touching the truth。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 好久不见啦，很久没有拍开箱影片分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要开箱的是 MYMY 麦麦的真皮包包。先开这个好了。它里面呢，每一个它都有包包，都有独立的自己的防尘袋。它防尘袋不是那种薄薄的哦，它是有一点厚度的防尘袋。这个颜色超级美的，就是靛蓝色，我觉得很漂亮，很细致。而且它本身的金属啊，金属它都有特别做了一些很细致的设计，像有贴钻啊，它还有一个就是它都有贴那个保护的胶膜。而且哦，麦麦他们家的包包啊，都是真皮的，它里面塞了超多的纸。那个，其实这些纸啊，我会蛮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把它丢掉，可以先放在那个袋子里面，因为到时候你包包如果用完啊，就是你不背了，你已经清洁干净了，你可以把这个再塞回去包包里面。当然它里面就是还有附一条背带，那这条背带呢，一样同款的皮革，同款的颜色，还有呢金属也一样，是同样的色系，就是背带的长短度可以做调整。啊，最重要的来啦！我真心真的很喜欢，就是他们做的非常用心、细心，还有他们那个钻啊，是真的是贴的蛮紧的哎，不是随便乱贴的。看它里面啊，里面的容量超级大，你看一个空间，还中间再一个。有点像子母袋的那种感觉，中间这个超大的哦，它再往旁边开，还有一个，等于是有三个空间，而且它的那个磁吸力啊都超强的，这样轻轻的就吸上去了。旁边如果你想要手提，没问题，就是手提包，我觉得这一款还蛮漂亮的，很适合都市的女性，就是可能OL 啊，或是比较熟女、轻熟女路线的这一款颜色。这一款是比较小一点的，同样呢，一样它有专属的，每一个包包都有自己的一个家，或者是一个咖啡色，有没有超级的疗愈，就是很有那种感觉，就是秋冬，而且又是咖啡色、大地色，是比较万年不败款。我觉得它稍微再小一点点，一咪咪小一咪咪。而且它这个外面有附一个那个真皮的皮带标，对，啊，里面同样哦，塞满满的纸，塞满满的纸。可是我会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丢掉了，就是你可以留起来，之后包包如果不背了，你可以把包包撑起来，可以比较好收藏。为什么感觉好像突然觉得我拆东西很暴力？因为我好像拆东西都这样，色系的红色系的那个背带跟刚刚那个玩就是很像。那我跟你们讲它的特色的特别地方，就是在于它这个包包就是有点像水饺的那种感觉，就是旁边有那种压痕的设计，还有呢它这个是磁吸式的。它不会很难吸耶，它是算扣上去就扣上去了，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提把的设计非常优雅，不会像这样就是好像就是这个算是 OL 比较典雅
的风格，后来这是比较柔美气质的感觉。那里面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大小哦，它里面的大小就是等于是一个一个袋子，再加一个这个小的内袋，所以呢，你里面它很特别，就是里面就是一个小袋子。后来呢，你可以直接这样单用，它你也可以就是放里面这个内袋在里面，或者是你自己不用，你也可以就是两个一起用都可以，随你自己开心。那它里面呢，你想要背的话也没问题，想要手拿也可以，手拿，后来呢，手提，背的话它的勾勾在里面。对，它的勾勾在里面哦。它的小勾勾在里面，所以它这一款包包比较特别，是它里面的那个包包内里包是拆开来的，它不是粘在一起的。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就是单独背它也没问题，那你想要里面的包包小的内包包一起使用的话，就当作是内袋，因为现在还蛮多包包里面它都会设计就是里面多一个内袋，这样感觉里面比较好整理。那接下来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搭配用他们这两款包包做穿搭给你们看喽。